战机喷出红色火焰，从航母上迅速升空。解放军公开山东舰在南海实战对抗训练影片，舰员中英文并用喊话，引发关注。这里是中国海军山东舰。大陆军事专家指出，当解放军舰机遭遇外国军舰机时，就需要用英文表明身份，并保持安全距离。而影片中的这句话曝光了近期山东舰在南海遭遇美国航母的极大可能性。影片曝光时机点刚好就在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以及马金岛号自2月11号在南海展开演习之际，而马金岛号这艘准航母级军舰还搭载美军陆战队第13号远征军，解放军随即宣布在南海举行演训，互别苗头意味不言可喻。而尼米兹号演习后，美菲军演4月接力登场。This will be a biggerexercise than the past year's Balikatan exercise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more troops. And the exercises will involve a myriad of activities.在外传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可能访台时机点，菲律宾军方宣布美菲联合军演4月展开，也是2015年来规模最大的美菲联合军演。这次演习内容将会包含实弹操演、军机攻击、都市战以及抢滩登陆等项目。双方参演兵力约有9000名陆海空军，其中美军投入兵力大约5100人。其实，在公布美菲军演前夕，菲律宾指控大陆海警船两度以军事级雷射照射菲国补给船，甚至造成船员短暂失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也召见大陆驻菲大使，表达强烈抗议。中美海军航母战斗群自今年初开始就已经在南海地区频频互秀肌肉，可以预见未来南海情势可能将会不断升温。菲律宾地处重要战略要冲，地场可能牵动区域情势。记者李静综合报道。海皇 XO 干杯驾，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3倍，这么好的干杯酱去哪里买？是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好，希望大家爱用哦。